哥哥来吧，哥哥。没问题，哥哥。寒冰列那塔也能选出来吗？没事，干点奶油的货币啊，飞机小炮够了。哟，哎，又被拉两只。哇，每次都被拉两个，好难受啊！哎，野区碰撞起来。你说杰拉拿自己种子卡一下身位，下路已经被打闪了。对呀，野区怎么也丢掉了？奶油过来帮忙，但是过来帮忙一打要被二打一，要被。OK。哦，每条线都打吗？啊！要被打闪了呀！哇，主要鳄鱼大葵本来就是天然优势的，感觉也不用非得将近帮啊，帮好吃亏啊。用两个迅捷步伐再换血 ，OK。说，再 A 一下，哎，招闪推回来直接接标 ，What the fuck， 这能把标接上啊，兄弟。这一标真有点帅，哇，他正好是那个击飞的那个毒条的最后一点点，天，好喜欢给线上压力啊，他玩游戏。哎，一技能还没躲过去，左再拉扯一下，帮369把宙斯赶走，然后369可以吃塔皮，哦，自己直接过来分了。就自己野区已经没东西了，过来分两层那也行，杰拉过来分两层等于一人吃一层，还要再推吗？就在上面挂到底了，因为他知道豹女在下半区的，是的，就爆再分一层，然后刷你石头人。哎，那这样杰拉能完了呀。对啊，而且还能击塔鳄鱼，鳄鱼还有一塔吃。作为鳄鱼的角度，他至少很希望跟自己的野和打野去分享上路的塔的，然后不吃你塔钱，就吃你镀层钱。九九来了，九，这波有大洋鳄，你怕什么呢？我问问你，有大洋鳄，你 T1 敢来接吗？来接给你全咬死！哎，小天，都闪，然后呢？369当着面踢走了，要下去抓沙皇。喂，闪现还被推了。小奶油，哦，这哥哥不能死啊！哎，你说塔下野辅操作，大招挂没用，宙斯在扛打，大招挂暴女是没用的，奶油。奶油能做到吗？奶油369，哎，369怎么逐到这里来了？下个 E 多久？招闪躲一段 E， 让你刷不出来二段 E。有鳄鱼的团，就有鳄鱼的前中期的团，其实很难打输的。对，但是鳄鱼人得在。鳄鱼那个机制的问题，前面的野区团就是厉害。来了，那这一波对于鳄鱼来讲是最后一波机会了。如果这一波团鳄鱼还没有发挥的话，就提前二十分钟进入超级兵。哦，勾过来，看龙龙龙 ，OK， 龙先吃掉，列娜塔大招大了四个，我的妈！369全都进场，369进场啦！哥哥拿头了，527，加了个。什么情况？为什么脱节这么严重啊？鳄鱼还没往里走。奶油，奶油，还奶油能站出来吗？奶油，糟了，要被推了！哇！这种时候就心理战，就如果上方一直不用闪，飞机闪了，上方再闪进去也是这样。
沙皇再踢过来，但沙皇没大的这波，看到龙，龙吃掉了，看六九，好球，好，别急，这波拉一下，拉一下，先别急，奶油输出不了就走，奶油输出不了要直接走。沙皇飞进来，搓两下，搓三下，正面呢？哇，正面被洗完了，下一把。他有飞机，他可以不一定优势，但是他可以把鳄鱼的优势，不是，他可以把鳄鱼的优势发挥出来啊。是的呀，并且鳄鱼天肥对位领先2000，然后那个先锋团一波没打打昏了，给自己德莱文还死了，那踢下路去了，一波踢下太，哎，怎么抱你自己玩呀、啊？哇！就排了个眼，兄弟排了个眼，直接中一根，妈！又一根过来，走位扭掉，还好没射到，但是后面哇！千万别用闪，千万别用闪，千万别用闪！还能行吗？到底飞回去？回来戳伤害太高了，这列纳塔大招，哎，换了，谁的人头？杰克的头，杰克又提款，但之前这个提款没用了，德莱文提款本来就是给前期用的技能。都在被戳啊，要被打闪了吗？啊！完了，还要死！不、哦哦，没事，下一把。没事，早点结束挺好，早点结束下一把。对，想下把怎么打？别被影响心态了，兄弟。就下一把，就下一把，就下一把。加给了吧，真加给了，越打就影响下一把的心情。还有下一把的，没事。下把要玩起来，把豹女，豹女这兵英雄搬了，豹女变沙皇，这他妈能玩的这么爽？是，这感觉是开局有问题。嗯，哎，六九怎么说？闪现有，要秒，差一下，六九喂，800大米到手，后面沃德尔也能杀，又800大米，再八百，看六九给我搬。那个四个人头的800给德莱文，全都给飞机，真能翻，真能翻，搞飞机不飞啊！来吧，中路，哎，豹女是对面的，自己家没有奶，看小天。啊、这个时候回不去了呀！哎，六九啊！哎，六九，在干嘛？哇，他回头一直咬豹女，但是没用了，已经队友能告过来吗？队友告不过来，六九两条命被抓了，六九。哇，本来家里兵就要炸。回家吃钱呗。继续吃三路兵，不，他们经验也会也不会缺的。对，啊！交闪拉过来，我还好没被大到。兄弟，都这样完了吗？带大龙 buff 的超级兵就没那么好清了呀。来被逼加怎么办？正面杰克砍，但是砍不动。哎，沙皇。摸了摸不了，哇，兄弟，这水晶跟纸一样，砰两下就没了。